链接，你要，那你有办法分享链接吗？还没，等一下。还是你开的时候你要分享链接？等一下，我要怎么分享？新开的怎么样？有吗？有人进，有人进来嘞。有人进来。我吗？我还没进去。你分享吗？现场的各位嘉宾以及现场的美丽的部落客妈咪们，我们活动即将开始哦。那也谢谢你们今天抽空来参加我们安琪儿 ATT 大直的开幕舞会。那我们现在先邀请到我们安琪儿品牌行销经理，就来为我们520浪漫的初夏舞会揭开序幕。我们欢迎就。好，首先感谢各位时尚的妈咪们以及长久以来支持我们安琪儿的厂商，今天能够莅临我们安琪儿 ATT 大直店的一个开幕初夏舞会。那今天能够对我们安琪儿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呢，它是我们首间的商场内的一个旗舰店。为什么一定要开在商场内呢？因为我们希望在商场内能够提供一个更便利、更完善以及更有保证的一个复印店。哦，什么意思？便利性是指？像我们会选在大直 ATT 里面的用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停车非常方便，开车直接到四楼停着，门直接走进来就是可以到我们柜位上。那我们也首创在全台湾应该算是第一间，在卖场里面是提供奶粉、尿布来贩售的，这应该是目前业界首创。因为我们希望给所有贵宾就是可以方便急需的时候都可以购买到。姐，那所谓的保证是什么呢？保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敢说。说什么呢？第一呢，就是我们敢说安琪儿呢可以提供的专业度已经服务一定是业界第一。那最重要的是说，这是我们是坚持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敢说，在安琪儿里面所贩售的产品一定是目前最火的，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三呢，就是我们敢说。安琪 ATT 复印店是在目前的卖场里面呢，是属于一个复合式的精品店，那是全台第一间最大间的。那这个不会只是不是第一间，这只是一个开始，这是我们的承诺。了解 ，OK。那我们还有一个完整性，那完整性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卖场里面提供的商品呢，全部呢，不管是推车、汽车、婴儿床，都一定是全系列最完善。最完整的展现给各位爸爸妈妈，让他们可以尽情的去体验。OK， 了解。那我们谢谢就为我们的520初夏舞会带来美丽的序幕。那谢谢就。OK， 谢谢。那我们今天安琪儿也准备了很多点心，那请大家可以尽情的享用，然后美食在这边大家可以享用。那我们也谢谢在场的原产嘉宾们，他们很大力的支持安琪儿，那也提供了很多美丽的育儿或是方便性的育儿好物要来提供给我们的美丽部落客的妈咪们。那我们谢谢这些原产们，谢谢。那我们也请在场的这些美丽部落客妈咪们，请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些品牌。
那也请你们 ，OK OK， 那也请我们就可以请到他的，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爆雷的消息要告诉大家。那我们也请这些布洛克玛，你们可以支持我们这些品牌，那我们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要爆雷一个爆雷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安琪儿的板桥新版特店已经又是即将要开幕了。那请你们以后可以 follow 我们的粉丝团，然后就是关注我们。那到时候开幕的时候有机会的话，请各位原厂的或者是美丽的顾客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现场玩。那今天是一个520，它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也是一个总统就职的日子，也是 APP 开幕的大日子。那祝大家有一个美丽愉快的一天，谢谢大家。那我们的初夏舞会就正式开始，那大家可以 enjoy party， 谢谢。欢迎大家来 ATT 逛逛，那下午还有一些优惠的商品以及出新的活动哦。有悠悠跟 Stock 跟巴嘎布哦，欢迎来参观选购。然后我们有新的柜位啊 ，Alpha Baby， 然后跟 Greco， 然后还有 Aprica， 那我们唯一百货有的奶粉全户，然后跟启富，那还有网美界最爱的黑根，A B C。跟吃口，塞贝斯，然后这是我们现在最新款的白花花系列。你们要介绍吗？介绍一下吗？这一款。大家好，这个是我们的 Cybase， 然后它有顶级款，有 Cream 跟 Muse， 然后这是新的花色哦，白花花，真的超美的。然后他们都可以接睡箱、提篮，这样。好哦，谢谢。大家有想要看哪一些东西吗？可以带你们去看。直播有要。有一些小朋友的小物。那带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今天我们柜位有品牌限时优惠，这些品牌会做一些它独特的优惠，然后还有我们脸书打卡加入会员就可以赠送厚利的防蚊贴，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做的满额刷卡礼
三千、两万跟四万，还有六万的。活动只到礼拜天咯，要快点来哦，而且赠品有限。好，大家有想要看什么吗？有一个人问说，我们今天有很多活动哦，有什么？不论餐椅，不论餐椅有，不论餐椅在找哦，对，不论餐椅，我们请一个专业的人来自己介绍，我们不论餐椅在这边，帮我介绍，有什么活动之类的？我介绍一下，这个是美国的精品的品牌，它叫 Brew。 然后这颗的这台呢很特别，它是可以直接做旋转的高脚餐椅，而且它是市面上拿到率最高的高脚餐椅，它离地有91公分，而且它是比较酷的是油压式。这款好像是贾静雯他们家也有在用，对不对？不不，他就是做这个，嗯嗯嗯，每每都做这个。它是整体外形是非常精致，而且是做这种标亮面，是玫瑰金的版本。嗯嗯嗯。然后它现在很美耶，新色模式，它现在可以平躺。这两台是其实一样，差在不同的材质配置而已。嗯，它也有附这种看板。这些设计其实算是针对每个小朋友都不同的阶段做调节。小一点的话，我们就增高点；大一点的话，可以把它拆掉。然后它有附两个餐盘，它有一个小餐盘，而且我们餐盘都是耐刮的，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不，那个洗碗机，不好意思，直接丢进洗碗机里面，还有反刮。嗯，好，那谢谢我们的介绍人员，谢谢。现在有活动吗？就有送增高垫，然后两个大小的坐垫都会。好的，现在买就有送增高垫哦，还有坐垫。好，谢谢你。然后有人问说，板桥店何时开幕？我们板桥预计是6月中左右，但是详细的时间会再告诉大家。那就是请大家要就是关注我们，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讯息跟大家说。好。你们有去看那个新活动的吗？ Aprica 有，我们 Aprica 现在活动就是75折，就是 PT 独家限定哦，75折。如果有喜欢的话，都可以来，在活动期间内可以来，不管是汽座还是推车都是75折。那他现在我们自己活动就是满10000块的话会再赠送那个湿巾，然后满30000会赠送尿布器，那只要有购买的话就可以赠送一个围兜，还蛮大的。对，因为现在75折其实真的蛮划算的，它就是只有这段期间有而已，那赠品就是送完为止，没了就没了。对，好，那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其他的好了。哦，我们来介绍费雪吗？费雪那个特价那个，我们这边还有杯巾。然后我们现在费雪杯巾
只有这边而已哦，只有 ATT 有，然后直到礼拜天。它现在米色的这款只要1990，它原本是原价要卖6980，然后现在特价1990，超级划算，超便宜的，就是给我们 ATT 开幕的独家活动。那也是有限定数量。好，还有这个展品车独家特卖会，我们等一下1点的时候就会开放放号码牌，然后1点半抢购。那我们现在限量就是10990，只有7台哦。然后 Stock V5 也有在特价，19999。那灰色是21990。那还有巴嘎布是直接半价，有黑管跟银管，那就是抢完就没咯。有人在问那个 hybrid 的玫瑰金，我们有。对，来新款，就是我们新展示的哦。如果有喜欢，也可以来我们 APP。对，我觉得也可以现场看，它的材质真的还不错，很美很美。好 ，OK。哎，跟大家还是再介绍一个，这个真的很划算，一定要来买。如果你就是家里有多台推车，但是你又想要一台推车，然后想要一个高座椅的推车，我觉得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个。现在它出清价，真的超便宜的，这也是要现场排队。那如果有喜欢的话，你们赶快来排队看，超便宜的。这台现在只要1999元，1999元，1999元，对，它只有一台而已，就是这台，而且它状况很好，它很新。对，好，好，那如果只有今天哦。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私讯我们，或者是上粉丝团跟我们说，然后我们都会立即帮你处理。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有 Nuna， 我们这馆没有耶、欸、对，我们要可能要去我们其他门市哦。好，那大家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差不多咯。没有吗？还是你们要跟我们Google 客们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请大家跟你们 hello 一下，想要吗？好，如果没有人要，我们就结束了，带大家去介绍一些有人想要吗？这种就是好。好，我也搭一下。大家好，我等下为大家介绍几位。等我一下哦 ，Hello 什么？你帮我们跟爱茄的粉丝说个 Hello。好逛的哦，赶快来！是卷毛吗？卷毛，大家可以去粉丝团帮他按赞追踪他，也要帮我安琪儿一直追踪哦。好，谢谢你。大家好，这是卢妈。Hello， 我是卢妈。卢妈她一下还这么瘦，她有超多个小孩。对，一定要找一个。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哦。她有超多个小孩，都是可爱女生啊。好，谢谢卢妈。谢谢。在直播，好，谢谢小花。来，我们好，这是我们安琪的粉丝团，帮我们跟粉丝团打个招呼。
咪哈粉丝来按个赞。心灵妈咪她会分享很多英文的故事书，她也会直播英文的故事书来给大家听哦。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后续。好，Sandy 对，心灵小秘密，请大家记得追踪哦。谢谢 Sandy。谢谢。好，再来一次。好，很好 Q 哎、欸。5月20到5月24，安琪的 APP 大型开户有很多活动，那如果喜欢的话，赶快来。